餐盒交给送餐公司的工作人员的时候，我感觉到那个餐盒是沉甸甸的，所以我让他打开看，打开看一看，里面的鸡蛋根本就没怎么吃，是45人，剩下39枚鸡蛋，说明只有6人吃的鸡蛋。有很多贫困地区，这些孩子他不一定能够轻易地吃得上一枚鸡蛋，孩子们他就这样去浪费鸡蛋，我觉得这是很让人心疼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这是一个教育契机，我必须抓住这个契机，在场景当中去教育孩子，我相信我觉得会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。